一箱箱防疫用品亲自交到吉隆坡总教区全人发展局负责人手中。今天来送这个口罩、面罩，还有全身一套的那种 PPE 给这个Catholic， 就是天主教，他们需要，因为他们是要去那个 Mobile Clinic， 流动式的诊所。行动义诊为偏乡民众提供免费健检，出发前防疫不容松懈。To reach out to the B40s and also to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refugees in the interior. Thank you.疫情下不分彼此，慈济雪隆分会提供防疫物资，爱的力量跨越种族与宗教。麦代苏玉发，吉隆坡报道。